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Lauto， 今天继续地球防卫军吾啊，我们今天继续了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剧情哦。无法装备两把同样的武器，好的。雨还真大，前进！雨还真大，正在落下的塔，前进！注意。哦，发现正在落下的塔，哪里？上面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了。我在前面。吐司，巧克力吐司的家伙出现了。喂，破坏掉，破坏掉！哎，终于可以瞄准了。谁来救我？我不想救你。先把这个塔毁掉，再打下面的蜘蛛会比较实际一点啊。谁来救我？哦，终于，哎，伤害真的很。火箭筒看起来好像伤害很高的样子，那射好多下才射死啊！天哪！我记得有一位观众跟我讲说，你想要让他们这些队伍唱国歌，好像需要输入什么指令之类的。然后什么指令？我看一下啊，让他们唱国歌是哪一个？回应不是这个，呐喊哦，唱歌。有个人。开始，开始，阿总不跟着唱啊！阿总不跟着唱啊！真的是，怎么没有跟着唱呢？哦，新闻报道。不久前 ，EDF 公布了惊人的消息。好妖嘞 ！EDF 表示，飞至世界各地的飞行物体为外星文明的太空船。EDF 并公布雷达记录，雷达记录上清楚地记录无数飞行物体出现在地球轨道上的瞬间。哇，无限飞行物体！由于内容过于惊人，包括采访人员在内，在现场的所有人员都震惊不已。震惊的数十万、数十亿人、六十亿人。EDF 总司令部现场相当混乱，接近失控。接近失控。瞬间出现好几千万艘飞船攻打地球，快点快点快快！哟，解决了！我不想死啊，吵死人啦！我们也可以休息一下了。下面休息一下。我已经没力了啦。吃啥小？勇哥步兵队，大步向前，又超越那些的歌曲队。哎，他们会唱哎。哈哈哈！哇，那什么红色、棕色蚂蚁哦。唱歌啊！步兵队，我靠，这好硬啊！对的对，向前冲，跟着我继续唱。步兵队，大家一起来。嘿嘿耶！再来，还有什么可以玩？唱歌，唱最下面那个。EDF 正式宣告进入紧急状况，并禁止所有人员进出总司令部。反对的民众正在与警队发生了推挤的状况。推挤？不用推了，好玩了，继续。全体士兵注意！我是总司令，是不必的。敌对势力的真正身份，据推测是外星文明人种。外星人民文明人种，但我都快死了，还是外星文明人种？你们反应也太慢了吧！一看就知道是外星人呐、啊。他的心情，想必有人会觉得难以置信，或怀疑我的脑袋有问题。很可惜，我是认真的。我靠！这是官方的正式声明。
外星文明接触了，而地球正受到侵略。外星文明接触了，感觉蚂蚁真的超强的，强化版的蚂蚁。你听到了吗？太荒谬了吧！太荒谬了吧！国事总司令，敌人来自空中，目前地球上没有安全的地方，整个地球都将沦为战场，所有士兵都必须做好作战的准备。是的，也希望所有人都要有站上前线的觉悟。不要，我只要唱歌就好了。不用再说什么安慰的话，唱歌。在九军七将相见中，把占领城市的飞碟都打成脸盆头，绝不让那些外星生物占领我们美好的世界。嘿嘿，在空中奋战的头号，就像是好好笑啊。空军负责击落大型飞碟，攻击即将开始。攻击即将开始，随便还一次啊！没事，不要理我，炸到自己了。哎呀，这只去哪里了？空军开始攻击，步兵退后。不要，你们也不想退后？你不要闹啦，该死就去死一死啊！我要捡装备。可以上来休息一下了。捡，爽。开始空袭了。会被卷进空隙中的。不要，我偏要靠近。死在我方的攻击中了。怎么可以死在我方的攻击呢？这里是飞斧，开始攻击。哦，开始攻击。来看一下，哪里？即使是这种时候。哇！太慢了。好帅哦！空袭啊！用这种兵器就想打赢我们吗？我们人类的反击。杀杀给哦！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打中了。上啊！我也帮忙炸一下好了。蠢蛋，有本事就躲啊！哇！我说坐在这边啊，坐在沙发上吃着爆米花这样子，看这个美丽的烟火秀。没有损伤。没有损伤。上，攻击根本没效。前面讲的好像很强一样，这样是因为根本没有必要啊！你们在叫什么啦？中乐透你！我们是勇敢的步兵队。哦，投放了。死吧！向前冲！别害怕的向前冲，冲起来！为您进行战情报道。EDM 虽给予外星生物相当大的打击，有吗？战斗却依然持续进行。有打击吗？我觉得飞船没有爆哎。请勿受到谣言影响。好，冷静行动，不要惊慌。他们现在需要避难的地区将会发出警报。他们现在正在就是心战喊话自己的。请做好准备啊，并开始整理最低限度的必要物资。基本上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摧毁他们的飞艇啊，他们的那个什么航空母舰没办法摧毁，但是新闻报道却说我们正在压制当中。好，我们要稍微安抚一下人民的心情。大型飞碟的队伍将通过上空，小心戒备。小心戒备，是的。捡东西再说。准备完毕，要开始了呢。做好准备的。准备战斗。是的，长。空军会进行攻击，退后。又要攻击了啊？不是没有用吗？进入射程后发动攻击。准许。要疤痕的，瞄准歪了。嗯，他们说什么？又要开火了。哎，飞机来了，飞机来了，开火！哇，好帅！完全没效啊！完全没效啊！那个金色装甲到底有什么秘密啊？外星高科技装甲炸不毁的啊！我们是外星生物，难道？
道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吗？当然是没有的，不如唱首歌吧。我们是勇敢的步兵队，大步向前，有满腔热血的敢死队。你嘶吼，别害怕，上战场啊，向前冲！嘿，截至目前为止，并没有成功击落的案例。哇，这个好帅，这个传送飞船的装甲似乎被防护罩之类的东西包覆着，防护罩包覆着，对其造成任何损伤。可恶！可恶！哇！哦！哎，打底部，他打开的时候是那个内部可以攻击耶。哇！总有一天我们会精疲力尽，得想办法突破现在的窘境。我们会精疲力尽，全死亡。新型机，新型机，意思是有办法破坏传送飞船的吗？应该是，但还需要时间。还需要时间？两个月左右。太久了吧？接下来两个月，都只能处在被动的一方吧。啊，好久、哦！目前我们能做的两个月，只有打倒怪物，防止灾害扩大而已。为您进行战情报道。纵观大局，战况可说是趋于优势。外星生物虽持续投放怪物，但 EDN 已扑杀超过半数的怪物，可说是成功的压制住威胁。新闻在那边乱报道一通。掌握决定性的优势，宣布将投入新武器。新武器将于两个月后完成，并于四个月后配置于世界各地。四个月后，新武器拥有破坏大型飞碟的能力。不是啊，摧毁太空舰队也不无可能。如果四个月这样子，然后没有用嘞，他的报道怎么报？画后栏，新闻报道在画后栏呢。可是我觉得他们必须这么做，哎，不然的话民心已乱。难道老实讲说我们要灭亡了，快跑这样子吗？那会不会反而是更乱？我们要灭亡啦！不管啦，我不想做主播啦，我要脱光衣服到处跑。你比任何人都强悍、勇敢，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吗？在全世界都沦为战场的现在，我们只有挺身而战。对呢，掩护倒下的人，掩护倒下的人。哦，拿的装备蛮多的、啊，轻量防护衣，有榴弹、突击步枪。哎，突击步枪要多一把新的啦 ，GLN21S。啊哈，来看一下新武器，武器越来越多了。哦，这感觉帅呢，15发而已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然后呢，我打到的装备还是很烂啊，我觉得，我还是继续用我的火箭筒好了，还是突然觉得那种两发型的火箭筒比较好用。好，继续转机。过了五个月，我们全力应战。哎呦，全力应战了哦！过了五个月，终于研发可以击破这个飞船的这个科技了吗？很适合你啊，队友。很适合你哦。人要衣装啊，我可以放心的把背后交给你。人要哎，口粮的味道还习惯吗？我已经变军人了哎，哇，死给！口粮的味道还习惯吗？越来越恶劣啊！军人靠空军才会落到这个地步啊！就是因为靠空军才落到这地步。哇，完全在那边怪空军呢。没有击落传送飞船的方法吗？还是没有方法是吧？只有一个，而且是依靠战术核武器才成功的。战术核武器，这样啊？战术核武器该不是核弹吧？使用该方法，使用战术核武器会无法回收传送飞船的残骸。问题不在那里。核武器不是核弹吗？那这样子的话，核弹投放量要很多呢，才办法击毁，而且才一烧而已，哎，不太夸张啦。这么强的外星人啊！只要传送飞船存在，状况就不会改变。
竟然接二连三的送来，怎么打也打不完啊！对啊，我们要不要投降算了，好不好？就像九九一样，不再当人类了，对不可以？为阻止敌人投放怪物 ，EDF 对大型飞碟发动攻击，并成功造成损伤，战局正在逐渐好转。此外 ，EDF 正在开发可破坏敌人装甲的新型机。完成之时指日可待，指日可待啊！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吗？新闻在乱报，没关系啊。新型机的攻击失败了，新型机攻击失败了。我们能做的只有打倒怪物了吗？没错，浪费我们的子弹。这五个月以来，已经丧失了总人口的20%。哦，我们的社会结构正面临崩坏危机。崩坏中。成啊，也就是说，这里的情况还不算太惨吧？我们要灭亡了。交给我们，我们要从地面破坏传送飞船。从地面。是，你有胜算吗？我发现投放怪物的时候，舱门会打开。对嘛？从地面可以瞄准打开的舱门攻击。对嘛？是不是？就是。就跟我刚刚发现的，跟我上一次发现的一样啊。但期待全体人员奋力一战。用火箭猛轰啊！切勿忘记，我们的生打红色的点毫无防备的市民。我们身处的位置不仅是最前线，完了，我被包围了，也是最终防线。围了他，有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再嚣张看看啦、啊，再嚣张看看啊！哇，直接往我这边砸下来啊！原本传送飞船下滑，都有怪物受伤，他们应该没想到我们能突破重围，没想到我们能突破重围。终于找到飞船的落点了，花了半年。这个情报想必会为我们带来胜利。我现在就立刻将资料传给全世界。传给全世界，快点！我们找到了方法了。死！毁了你！不要和，不要和。No！ 有。解决了，实力非凡，太厉害了！解决第二烧，哦，那个很，这个很远的，这个死吧！打完了 ，Yeah！ 我们是勇敢战将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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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嘿嘿嘿，保护民众，保护民众。屠杀怪物！新人，展示你的勇气吧！展示你的勇气吧！怪物为阿法型，看起来不是我们的对手，击杀！哎，为什么之后我是一个男士兵，全部其他是女的、啊？有点害羞哎，我是不是也该换个女角一起玩的？对啊，不会飞真困扰啊！新消息是，纽约击落了两架传送飞船。哦，纽约击落两架，三架。哦。我们正逐渐夺回战争的主导权。哈哈哈！他们并非这么容易对付的对手，我们只是破坏了敌人的 A 计划，他们一定会展开下一波攻击。B 计划，有 A 就有 B， 有 B 就有 C。其实我们也有考虑到这点，但是目前也只能这样了。B 计划前应该还有一些时间，现在只能尽量削弱敌人的战力。削弱敌人的战力，简装简装，就这么办吧。我们也会在这场战役获得胜利。哇，干，我快死了！全体士兵注意，我是总司令。目前观测到的飞行物体中，发现拥有压倒性质量的超大型飞船，压倒性质量也是由此船射出。我们将此船命名为母舰。母舰，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集成母舰。该不会就是之前发那个大量原亮色的那个原亮弹，是不是？就那一个就母舰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能破坏那东西，外星生物就完蛋了，对吧？把它破坏掉。既然发现了敌人的母船，把它集成不就好了？发现母船，把它集成啊！等什么 ？Are you waiting for？见到的母舰数量有十架，哇！在于世界各地，并不断投放出塔。
看十架呢，武剑全部集成，有点难的感觉。那种东西居然有十艘，那种东西就算空军竟然有十艘，要集成十艘恐怕有点困难。我们集一艘就已经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了，还十艘呢？你真的是菜鸟吗？对啦，我是菜鸟啦，怎样？瞧不起哦？有几只怪物没处理掉？你在哪里啊？我远远听到有声音，但没有看到人啊！刚刚都飞走了，我好难过。他们会不会唱？我们是勇敢的。嘿，哦，红蚂蚁，红蚂蚁，居然从地底出现，牺牲打，哦、完了 ，Help me， Help me， Help me。会死啊！我的血完了，我要死了，我真的要死了，没在跟你好小，这些蚂蚁真的很硬。好，我要死了，谢谢大家。快跑，快跑！别要我，别要我，太危险啦！有没有补血枪之类的？好像没有。哇！全部穿过要吃我啊 ！No！ 帮我补个血儿，帮我补个血儿，补血啊，哥哥！为什么这边射死都不会掉补包的、啊？有掉一个补血包，掉一个武器包，不是补血包。我就先跑远一点好了。装子弹可以快一点吗？已经出现在欧洲。哦，是啊。正禁止于市区上。是打算要做什么吗？烂武器。我们认为这是个好机会。再次出击。我要玩这个。出击。我就不相信我会输。保护民众。保护民众。哇，你看这个屁股。Oh my god！ 这屁股。挖地道移动吗？没有错，会挖地道移动。我、哦、靠，这边超危险的，我觉得我要再死一波了。哦，救命！但超危险，这里死吧，别过来！哇！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一关要用这个女士兵了，终于知道为什么了，瞬间明白，装填又快，有没有？又有连段牵制，哎呦，清的差不多了，好用好用，哦，秒杀。大概就前面这么一点点，死吧！母舰已经出现在欧洲，母舰出现在欧洲，禁止于市区上空。好，是打算要做什么吗？我们认为这是个好机会，好机会，正在研拟对母舰的攻击作战计划。我靠，好乱哦！一大堆肉块往我的脸上喷呢，喷好喷满这样子。我家在这装填够快。空军发动的攻击已经以失败收场，但由地面接近并加以攻击，有可能成功对母舰造成损伤。金光光，金光光，最后一个了，死吧！清完了，好爽啊！呜。哦，天哪！叮铃叮铃叮铃叮。